妙音动漫因果故事第31集《鬼能指坟》鬼呀，有鬼！鬼在哪里？你别怕，鬼也不都是坏的。女儿别怕，告诉爹出了什么事。我看到了无名婆婆。啊？无名婆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啊？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怎么回事？你们别站着，快去找大夫呀！多谢恩公救命之恩。您快起来，您家在哪里？天下不太平，到处打仗，我儿子死了，我没有家了。您别难过，以后就住在这里吧。不行，我还有个老伴儿，逃难时走散了，我要去找他。我派人帮您找。无名婆婆和她老伴儿在半年前都去世了，难道小姐看到的是鬼？别乱说。一定是你近来身体不适出现了幻觉，好好睡一觉就没事了。一会儿家里来客人，你去烧壶水。是。客人都来了，快点。来了。出了什么事？婆婆，婆婆在哪儿？着火了，快来救火！要不是及时发现，差点形成大火灾。知道这件事的人都认为是老婆婆现形报恩。就算是善鬼我也害怕。你怎么知道是鬼？三更半夜的，不是鬼还能是什么？你等着。是只猫。